继续要来开始2016年朱乐山义丁杯全国马拉松的路跑活动，准备伫咧25号来登场。伊主办单位台湾大脚丫长跑协会推广路跑嘛做爱心，在义丁小小的阵列支持之下，会将路跑英语关注和老马协会，都是嘛要传咧因做伙来路跑，造出健康嘛，造出爱心。嘉义市议长萧淑丽全力支持2016朱罗山议长杯全国马拉松举办公益路跑活动，预计在25号起跑，报名非常踊跃。主办单位台湾大脚丫长跑协会推广路跑也做公益，今仔日陪同萧淑丽议长做回到老马协会关怀，正是老马儿洪培峰为中秋月饼礼盒赶会做回来加油打气，也要甲路跑英语关注老马协会。公益，那么我们希望把这次的盈余呢，能够捐赠给我们的脑麻协会，帮助他们盖他们的房子。那么，因为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当我们能够健康的奔跑的时候，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呢，连行动都不方便。当我们能够跳跃的时候，他们的眼光是充满了渴望，所以我们希望帮助我们这个漫飞天使能够在他人生的道路上也能够优雅的前进。那么运动结合公益可以说是一举数得，又可以培养这个亲子之间的感情，那么最主要也能够号召来自全国各县市的许多好朋友呢，能够来到我们嘉义市享受我们的美食，欣赏我们的美景，那么也感受到我们嘉义市这个浓浓的人情，那么也能够带动我们嘉义市的观光的产值，所以可以说是一举数得。那么呼吁各位好朋友能够多多来参与，让这次活动能够圆满成功，让我们一起跑，跑出健康，跑出爱。台湾大脚丫长跑协会是全国知名路跑协会，分部组长陈英全率领干部做伙来关心局势。这个马拉松吼，袂歹，真正有跑步拢想要上心吧。今仔日真感谢义丁，予阮大家有这个机会吼，会当上这英语关哦。鼓励大家出来做有益身心路跑，增进家庭亲子关系，又搁发挥着爱心，以展现嘉义市健康公益城市的热情。市长以及台湾大脚丫长跑协会，将甲大家走出健康，走出爱心。最新新闻，请从嘉义市采访报道。